全国广播惠农工作现场会10月28号在山东汶上举行。广播惠农工程启动一年多以来，大喇叭在汶上县进村入户，为当地农民提供政策服务、科技信息和精神娱乐等服务。2012年以国家对农广播频率中国乡村之声开播为契机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山东汶上县展开广播惠农合作，推进了农村广播网络体系的建设。汶上县广播惠农的模式将陆续在全国各地推广。